来，我们现在去踹干这个东西 ，Let's go， 去车那边。耶，现在立，拿着这个，我的发电在 LG2， 心疼。他们现在差不多6点多了，啊，发电是这样子的。不能点看我的车。OK， 到我的车轮啦，然后怎样 set up 呢？开这个，按99，这是 power 来的 ，OK。然后你要选车，选车的话按下面这一个钮，一，啊车 ，OK，DSI。OK， 刚刚我们已经 Google 了，然后我们要 set 成32。OK， set 成32，然后我们去打车。我都不知道要这个轮子，刚刚我去 set 它，应该不用吧？我觉得啦，拿掉它。然后这个轮子打开这个，然后把这个头插进去。哎呀，等一下。OK， 然后这个头是嘛，把它插进去，然后我们需要转的。转好了，然后我们要放，我们要按这个，哎，不知道，放不到去。Hello guys， 现在我开呀，还有声音。看是接好了的哦，是好了的吗？不能再打了哦。然后我发现到它的电哦，很快吃电哦，变两个 battery 哦，我还打一下子而已。Ready? Yeah. I see your monsters, I see your pain. Tell me your problems, I chase them away.